哎呀，你看春天真好呀，花都已经开好了，然后气温也升高了，就可以脱下沉重的冬装，换上漂亮的连衣裙。对呀、啊，我觉得春天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赏赏花啦、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啦，还有啊。这个季节不是应该去采草莓了吗？采草莓？对，我最近听说有一家叫做空中草莓园。空中草莓园是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走吧。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开的车啊？对啊。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哎，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这是，啊，这是一台缤智啊。啊，对呀、啊。这怎么感觉跟我之前开过的缤智完全不一样了呀？这是广汽本田的全新缤智，哦，它由内到外都已经全部升级了，当然是不一样了。怪不得它现在这个外观给我一种非常简约，但是又很有先锋感的感觉。而且它还采用了双色车身，你看到吧？对对对，看起来就更加大气了哈。是的，这个前脸我觉得跟我之前开过的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了，因为这是一个横向一体化的格栅，然后你注意两边吗？它是一个飞翼式的全 LED 大灯。这里是不是？对对对，我带你再看一下车尾的设计。好，你看它车尾啊，也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非常潮流的。对对是，其实呢也不光是外观的变化了，它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好，走。这个中控屏它肯定是一个新的配置，对不对？对啊，这是一个9英寸的中控屏。哦，哎，你看它有百度的 CarLife，然后有 QQ 音乐啦，还有喜马拉雅，所以现在这功能多了很多哈。对对对，包括还有那个在线的导航等等，对，方便是吧？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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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无线充电板，对啊，是啊，你看我怎么放的。哦，好方便，对对对对对，这个上面是一个空调的实体操作按键，对、对吧？也很方便。它还是一个双驱的自动空调。然后你看这个车内饰的整体设计，这里还用到了一些双拼色的设计，所以我觉得是简约，但是又很有设计感，它多了很多的精致的感觉。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一次广汽本田的全新缤智增加了很多非常实用的配置，所以它的改款可以说真的是非常有诚意。好，那我们还是先去今天的主题吧，我要设个导航吧。你好，本田。有什么可以帮你？导航到青浦区中部村。你找到以下青浦区附近的中部村，请选择。第一个。正在计算路线，去中部村推荐第一条路线。这个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也很高哎。外观和内饰有很多的变化，那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呢？但实际上呢，广汽本田全新缤智啊，它采用的依然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CVT 的变速箱。那么上一代车型其实你也开过，你也知道缤智它的一大优点，它的特点就是开起来非常的灵活好开，对不对？那这个特质在这个新款上面当然也是完美的继承下来了。其实本田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那就是它在那个车内空间的利用率方面做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对吧？对，我也感觉到了，因为其实这台车从外面看是比较小巧灵动的，对啊，但坐在车内的话，你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宽绰哈。是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更喜欢的地方，我发现这台车在很多细微之处啊，隐藏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然后你顺手一放这些东西，非常非常方便。实际上呢，广汽本田全新缤智它更多的提升啊是在智能化和主动安全方面的一些提升。比如说这个车的车头啊，它有一个广角摄像头，它可以实时的去这个识别路况的信息，包括那些比如说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那些非机动车，还有晚上夜间视野不好的时候那些行人等等，它都可以一一帮你识别出来，然后配合那个 CMBS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了。然后这两边呢，它实际上都有那个 BSR 的盲区监测系统，就是你的变道的时候如果旁边有车的话，它就给你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功能对我们这种非常喜欢自驾游的人来说也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就是这个 ACC 主动巡航系统。对啊，跑长途之后呢就更加省力了，对吧？我的天哪，这是一片巨大的油菜花田吗？是呀，太漂亮了吧，好想打开车窗透透气好不好？好香啊，你闻到了吗？我闻到很浓的油菜花的香味。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稍微更加舒服一点。对呀、这样子坐着，哇，你看我这样车窗望过去正好又是油菜花，好漂亮呀。再来放点音乐。你好，本田。你说。播放音乐。春天的时候你看全景天窗真的是春游最佳的伴侣。对呀、
头顶有流动的风景，然后外面还有花香，太美妙了。嗯，Washing away our guilt and shame. 哇，好大的油菜花田呀！对啊，这好浓的香味啊！对，这就是春天的气息啊！是的，走走，我们去那个花海里面看看吧，走吧。我今天的目标是一定要出片，你就说行不行？那肯定啊，必须啊，今天拍到你满意为止。稍等我一下，我先把车锁一下，好不好？哦，可以远程锁车是吧？哦，锁好了，好方便啊。你看那里好像都是草莓大棚。哎，对呀、啊、这就是空中草莓棚啊。啊，所以我们是要在这里采草莓了。是的呀。草莓园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种在地里了、嗯、对吧？对啊，你看它就是采用一种立体的栽培技术。嗯，它里面用的其实不是普通的泥土了、哦、它是一种营养的机制。哦，所以呢这里栽种出来的草莓呢也是有机草莓。而且我发现这样采摘也更方便了、啊、就不用踩在地里面弄脏鞋子了。是的，不用弯腰就可以直接摘来吃了，多方便。哎哎哎，这里有两颗很红的，你先尝一尝。对，我想先尝一下好不好吃、嗯、怎么样？好新鲜，很鲜嫩的那种感觉。是吗？那我也得尝一颗、嗯、来帮我找一颗。我帮你找一颗。哎呀，给你一颗。好。这草莓的香气很浓郁。对对对。那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谁踩得更快，好不好？谁踩得更多，行不行？好吧，来开始。踩了多少啊？你看看，这么 多,、啊、这么多。对啊，咱俩好像差不多。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吃草莓去吧。走吧，满满的收获，走回家。